两压压不没当做苦了，因不不听啊，不啊，哎，就是那那么个啥，那个啥，就听完了，听了结婚哦，听我讲，我听我讲叫婚做婚啦，哎，但是这些给他们做婚就不可怜，是吧？哎，有风出去，飞机现世间的角落不可满足。哎，佛就是世间啊，念佛，念起来佛，会当起到代表好德，咱下灵下，咱香灵香啊，这是佛的背听啊，是嘛？释迦牟尼佛只有一个儿子，数目虽然不等啊，但是有爹，代表是感化的。一住表示万行一心啊，一得清净，八住表示修八正道啊，令我一心啊，一心一识三，名义相通啊，啊这些。心或者是意或者是事啊，这个其实都是相通的啦。一诸一心，八诸八相，拢是一诸心清净心所作，一净心为变，八道诸一道混作四相。诶，有意的心呢，就是代志代志是相啊啊，有意就是讲哦，都有关照的力量。你有智慧吗？善意那就是悲吗？悲心吗？那么无量意的波音呢，是打有打空，有的当然是无量啊。啊，你怎么能够入宝呢？那就是空性才能够入宝啊！哎，宝慧的佛性呢，要以空性修行呢。所以说无量意就是有嘛，在那是打有打空嘛啊，空是如意波珠啊，也当是一切不嘛。啊，这个呢，精义给他注意啊，精义的知道，除义就是破恶啊，这种精哎，这种净仙破恶，真义就是。人也不会，每当做苦人不惊啊，无啊，哎，就是那么个啥，那个啥，就听完了，听了结婚哦，听我讲，有听我讲叫可能做婚啦，哎，但是这些给他们做婚就不可怜，是吧？哎，有风出去，飞机现世间的角落不可满足。哎，佛就是世间啊，念佛，念起来佛，会当起到代表好德，咱下灵下，咱香灵香啊，这是佛的背听啊，是嘛？释迦牟尼佛只有一个儿子，数目虽然不等啊，但是有爹，代表是感化的。一住表示万行一心啊，一得清净，八住表示修八正道啊，令我一心啊，一心一识三，名义相通啊，啊这些啊。心或者是意或者是事啊，这个其实都是相通的啦。一诸一心，八诸八相，拢是一诸心清净心所作，一净心为变，八道诸一道混作四相。诶，有意的心呢，就是代志代志是相啊啊，有意就是讲哦，都有关照的力量。诶，有智慧吗？善意那就是悲吗？悲心吗？那么无量意的波音呢，是打有打空，有的当然是无量啊。啊，你怎么能够入宝呢？那就是空性才能够入宝啊！哎，宝慧的佛性呢，要以空性修行呢。所以说无量意就是有嘛，在那是打有打空。